立正，行礼，请坐。好，咱所有遮个咱法律建国个即个学员吼，甲咱遮所有个工作人员，大家较早，大家平安出头天。啊，今仔真欢喜，阁有即个机会来到遮，啊，甲咱所有个即个朋友呢，大家见面吼，来探讨咱台湾语文个现况甲伊个相关个议题吼。好，啊，咱今仔日呢，啊，咱主要要讲针对台语文学甲台语文理这部分来做一寡探讨哈。来先嘞，咱先请教各位，在座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的无？啊，有够人认为家己是文盲，敢有？哈哈，嘿，我想应该无人认为家己是文盲啊，啊，无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啦吼。啊，这个青面牛文盲的定义是啥？哦，还是讲啥物叫做青面牛？哦，可能真侪人讲啊，都唔捌认，吼、哦，看无，啊，袂晓写，即个青面牛，吼、哦，啊，若准讲家己的母语，无论是原住民的族语，或者是客语，吼、哦，或者是台语，吼、哦，家己的族语呢，家己的母语呢，若袂晓写，啊，有算文盲无？吼、哦，有的人讲，哦，我中文足够的，英文嘛足够的，日文嘛足够的咧，啊，即个语言足够，啊，毋过家己的族语，家己的母语。台语也好，客语也好，煞袂晓写，袂晓读，安尼有算啊无？你感觉有算？举手者。啊，你感觉无算诶？吼、哦，大家可能拢点点，毋知要安怎吼？无要紧。啊，这是讲咱大家来思考看卖吼。那、哦、以我家己诶例呢，我读大学以前呢，啊，母台语文以前呢，我嘛是青面牛啦，我是母语诶青面牛，吼、哦，就是讲家己诶母语。吼，虽然讲伫厝拢讲台语咧，毋过呢，伫我读大学以前呢，也未母台语文进前，我台语嘛袂晓读，嘛袂晓写，吼、哦，啊，我相信足侪人拢安尼啦，啊是为虾米安尼？啊，当然，因为咱长久以来拢无母语的教育嘛，吼、哦，咱无机会用台语来教育，啊，无机会用客语来教育，或者是无机会用原住民的族语来受教育咧，啊，算甲咱北上。哈、哦，我想大家拢知影迄个答案啦。送甲咱北社表咱的母语教育馆，哦，啊，再来咱阁请教各位，啊，在座有人认为是越南人诶无？分别买一个爱啦，当然啦，买一啦啦，我们越南，第一个爱啦，我们越南，敢有人是越南人诶？我想嘛，无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啊，我为啥要请教各位讲，哎、欸，有人是越南人无？为什么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台湾人？哦，咱来想看卖，为什么你袂感觉讲家己是越南人？哈？嘿，因为你住伫台湾嘛，吼、哦。啊，搁有无？啊、哦，所以呢，咱就是要来讲这个族群认同是安怎形成？为什么咱会认为咱是台湾人？为什么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哎、欸，到底是啥物情形之下？互你认为你是越南人还是台湾人？啊，像我拄则用调工用越南话问各位啦吼、哦。啊，请问，咱会认为是台湾人，除了住伫遮，啊，佫有啥物？佫有啥物可能会互咱认为咱是台湾人诶？哦，血缘诶关系啊，哦，啊，就像讲咱遮讲诶，就讲你会认为你是啥物人，当然有客观诶条件，有主观诶条件吼。哦诶，客观的条件包括诶，啊，因为咱拢住伫遮，你也无住伫越南啊，当然你袂感受到讲你是越南人啊。哦，啊，即、这个血缘的关系，哦，啊，咱的祖先，哦，啊，咱血缘，哦，就较共款的，甲越南看起来敢若是较无共咧，吼、哦。啊，风俗习惯，哦，嘛无啥共咧，特别是语言，你都听无越南话啊，越南人嘛听无台语啊，嘛听无客语啊，啊、哦，所以呢。因为这客观的条件，予你较容易认为讲啊，你是啥物款的人。但是除了这客观条件之外，敢着一定会成，爱搁一个主观的条件。为什么一定爱搁一个主观条件呢？譬如讲啦，即摆嘛足侪中国人住台湾啊，对无？但是伊无一定认为伊是台湾人呢，对无？
伊是讲选举的时阵讲哦，伊嘛是台湾人，但是选举煞伊就讲伊是一个公营的中国人啊。哦，哎，啊，这是啥？就是主观条件、主观意识，伊无嘛。伊要是认同伊是中国人啊，伊无认为是台湾人啊。哦，就亲像讲，哎，这个即卖嘛有真侪越南人来遮食头路的啊，来遮做越南的、劳工的啊。哦，伊嘛住在台湾啊咧，甚至伊的豆豆啊，伊的这个食物件惯习、各方面的惯习，豆豆会受到咱的影响。哦，当变较台湾化，但是呢，大多数伊还是认为是越南人啊，哈、哦，啊，所以呢，咱嘛是要有一个主观意识，哦，啊，你有客观条件，有主观意识合起来时阵，才会感觉讲啊，你是什么款的人，啊，你若干那有客观条件无客，不，你若干那有主观条件无客观条件啦，嘛袂当形成呢。譬如讲吼、哦，我妹妹，我硬要讲我是美国人呢。像我是日本人咧，诶，人美国或者是日本，敢着一定要甲你承认，或者是讲在座各位恁硬要讲啊，我是越南人，吼、哦，啊，你要去越南，要遐大，人越南敢要甲你承认？你有安尼主观的认同，但是你无客观的条件，吼、哦，你越南话也袂通，人风俗习惯你着拢也袂通，无一项会通的，啊，敢若是可能讲啊要讲是越南人，啊，通去遐做生意，通去遐定居，人当然无一定爱接受啊，吼、哦。所以呢，一般譬如讲这个移民啦，哈，你若要移民的时候，你嘛不是讲你想要去对就会当对呢。比如越南想要移民去澳洲，移民去这个英国，人敢一定爱甲伊接收？无一定啊。你要符合人的条件，人较要甲伊接收，吼，你规划做吼澳洲的人还是英国的人啊？啊，所以一个族群的认同，通常拢是客观条件嘛爱，主观条件嘛爱，吼啊，经过一个历史的过程了呢。伊才会形成一个台湾人即个意识，也是讲中国人意识、日本人意识，吼、哦，啊，即个过程是安尼。啊，伫咱台湾呢，吼、哦，即、这个血缘也好，居住者也好，风俗习惯好，遮侪遮客观条件内底，对一项上重要。客观条件内底呢，对一项上重要，即爱看情形啦，吼、哦。伫无同个 case 内底呢，伊个重要性是无同。譬如讲像美国啦，吼、哦，即、这个美国。伊个黑人甲白人，诶，伊嘛拢食麦当劳咧，嘛拢啉可乐咧，啊嘛拢讲英语咧，啊，但是伊嘛是分黑人甲白人啊。为虾米？伊皮肤色无同嘛，所以伫美国即个地呢，黑人甲白人上大个区别是啥？伊个族群认同最重要是伊个皮肤色，最重要啊。但是伫咱台湾个时阵呢，哈、啊，你讲你个乡音，哈、啊。你讲乡音，为什么你会讲你是客人？为什么你会讲你是福建人？吼、哦，哎，咱若无讲，譬如讲咱在座，我相信一定嘛有客家的朋友啊。你若无讲的时阵，你穿插分袂出来啊，食物嘛无啥分会出来啊。除了语言之外，你要区分讲啊，我是客人，吼、哦，我是福建人，台语的人，还是我是原住民？哦，上大的区别伫底？伫语言顶头，那伫咱台湾，伫语言变作重要，但是伫美国黑人白人个时阵，语言毋是重要，所以即个客观条件伊是会变动个吼，也就是讲你爱区分出你爱甲人无共嘛，啊、哦，你甲人有啥款无共，一定爱其中有一项个特征是甲人无共个啊，所以伫台湾即无共个族群个，你上大个区别是语言啊，哦，啊你语言啊全部拢南州话，全部拢讲共即种，拢讲北京话个时阵，你分袂出来啊。你分袂出讲你是啥物款个，包括中国人来到遮，伊嘛甲你讲北京话个时阵，你分袂出台湾人甲中国人啊。啊，所以伫咱台湾个即个地个时阵呢，语言相对来讲是真重个啊。啊，当然毋是讲啊，你讲台语就一定会有台湾人意识，嘛毋是啊。即咱拄则讲个，就讲你客观条件甲主观条件综合起来了，吼、啊，可能性是真悬个。但是当然，迄嘛毋是绝对保证。譬如讲，我拄则讲越南话。我嘛无认为我是越南人啊，啊为啥安尼？因为我是后来才去学的，所以越南话对我来讲是工具尔。但是台语对我来讲就不只是工具啊，是文化的认同甲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吼、哦，这是安怎讲呢？咱来举例啦吼、哦。像我细汉呢，我细汉是足袂爱读册，啊足爱佚佗，啊足爱饲鸟啊，因为我住庄脚，我伫庄脚大汉的吼。啊，细汉我若饲鸟啊，譬如讲饲啥物
杂枝梅啦、白文啦，吼、哦，啊种触角鸟啦，吼、哦，啊种青枝啊啦，吼、哦，那饲鸟呢，那阮厝人看到吼，好拢足生气，因为我都袂爱读册，啊，因就把迄鸟拢甲放出去，啊，放出去咱嘛知影，迄若放出去飞去啊嘛，袂阁转来。啊，尾后一天呢，我也想讲吼，安尼无通呢，逐概人互厝个爸母发现吼，啊鸟就甲放掉，我就想讲，无来饲看啥物鸟吼，甲放伊个飞转来。啊，尾后人讲，啊你饲粉鸟上好。饲粉鸟吼，你著甲放伊，伊著阁飞腾来。我想，即波阁袂歹哦吼，所以我著欠钱去买粉鸟来饲啦吼。啊，著买两只已经大只、已经迄落大只的即个粉鸟来饲呢吼。啊，甲饲了，我著甲放去，试看会飞腾来无？无腾来呢，放伊煞飞去啦。啊，奇怪，我著阁问阮朋友，我拄好一个同学，因兜咧饲粉鸟的，啊，因兜咧卖粉鸟店吼。我问啊是安怎？你甲我讲饲粉鸟会飞转，啊我买两只来饲，那会无效，那会飞去。我讲啊，伊就甲问我啊，你买是鸟仔囝还是大只的来饲的？我讲买大只，我讲大只当然嘛无效。伊讲你在为细只饲才有效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啊，所以我就去买细只粉鸟来饲。真正呢，迄细只粉鸟就是伊还袂当大人真正。你若买来饲吼，伊就会乖。所以迄细只我买转来饲了呢，尾仔甲放出，真正个飞就去飞转来。这个故事甲咱讲是啥？就是讲一只鸟啊，粉鸟来讲啦吼，伊认同就是用伊细汉当咧大汉的这个儿童囡仔时期呢，是伊的这个认同上深的时阵啊。伊细汉住伫地呢，当爱大汉，伊就遐就是伊故乡，遐就是伊粉鸟住的顶个是伊故乡同款。你甲放去，还是甲掠去白鸟，伊就阁飞转来。所以我若饲迄大只的呢，甲放伊阁飞转伊。原来迄个粉鸟住啦，原来主人遐啦，咱人嘛同款，你的故乡伫底，通常你的故乡袂用你50岁、60岁较迄大迄个所在，讲迄是你的故乡，通常袂啦。你会认为你的故乡拢是差不多你细汉成长大汉，特别是差不多20岁以下大汉迄个所在，你一定会认同伊做故乡，99%的人拢是安尼啦。敢若可能足少数的人较袂尔，但是99%拢是安尼。所以你若踮台湾住到20岁了，你就算去美国、去日本，互你住30-40年，你嘛认为你是台湾人啦。譬如讲，咱真侪，我较早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嘛真侪台湾同乡咧，伊拢差不多读研究所的时阵，去美国读册，读了都因为种种因素，包括因为诚做黑名单，袂当倒来台湾。所以伫美国住40-50年，伊嘛还是认为伊是台湾人啊。虽然伊伫美国住的时间已经比台湾较久长啊，但是伊还是心心少年，还是台湾。所以同款的道理呢，遐中国人，尤其若是伫中国出世吼，来台湾拢是20-10岁以后才来台湾。你要讲叫伊认同台湾，莫认同中国，迄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咱也嘛莫强人所难呐。咱嘛尊重伊，但是伊着安怎？伊若要作为中国人的时阵，无要紧，互伊选择做中国人，但是伊着无参与台湾的政治的管理啦。这就是安尼尔嘛。伊袂当讲，伊也要会当投票，会当参选，啊，佮会当无认同台湾，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啊。所以你看人像美国人规定咧，你若要选美国总统吼，毋是讲我认同美国，着会当选啊呢。你在美国出世才会使呢，你若无美国出世，你免笑想要选美国总统呢。无像咱台湾吼，有个人伊也毋免踮台湾出世啊，甚至都反正要选举进前几冬啊吼，才规划做台湾人啊，摕因中华民国即个护照，讲安尼就当来选啊呢。无像咱台湾遮凊彩啊吼。咱阁翻头转来，咱拄着用婚照即个例，就是讲吼，迄个认同是真奥妙咧，特别是囡仔时期足重个所以咱这语言嘛是同款的。咱囡仔时阵呢，你若互伊惯势讲台语，惯势讲客语，惯势讲家己原住民族语的时阵，伊就相对上较袂去认同伊是中国人。当然毋是干那遮尔啦，语言嘛，过来就是爱有教育啦，爱互伊知影咱台湾历史，这嘛是真重要。这拢是互伊有遮客观的条件了呢，伊要有迄个主观的认同，就加足简单个啦。所以你也看，人国民党嘛足巧个，应该卖讲国民党，应该讲中国党啦，因为伊个全名是中国国民党。咱若讲国民党个时阵，敢若
会混淆去咧，想讲这是台湾，这是中国党吼。你若看中国党来台湾了，伊就随安怎国语政策安尼，国语政策无当紧，毋若叫咱爱学北京话尔，伊阁安怎？学校内底拢中国化的教育，国语阁是一部。读历史的时拢读中国历史啦。我较早吼，我大学是读机械，为啥我读机械？你知影？因为我较早的读大学以前吼，敢若想着讲爱读个历史，想迄地理，你爱背遐中国遐皇帝人名，啊，搁背遐地理吼，我着一粒头两粒大啦。啊，搁知影咱以前遐教育足侪拢是老外咧教的，讲也袂啥清楚啦，啊，搁来讲填鸭式的啦。所以我对这人文的足反感的，所以我细汉拢想讲我要做爱迪生呢，做发明家较好。所以我大学是读机械系，啊是尾啊大学的时阵呢，开始悟这个台语了呢，讲历史都毋是安尼教的嘛，地理都毋是安尼教，人文的物件都毋是像过去迄套讲用填鸭式的，才开始讲原来人文的物件是会当互咱对着这个土地感情会当吼安尼浮现出来呢。所以才开始翻头，过来读这个人文。所以尾啊，研究所在美国读语言学，专门研究咱台湾的语言甲文化安尼吼。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认同，这个语言甲伫台湾这个地内底，语言认同是真重要。国民党嘛知啊，吼，伊要消除咱的，吼，过去用国语政策，无咱互咱，无咱互咱讲咱家己的母语咧，无咱互咱家己有母语的教育权啊。安尼啦，强迫咱学北京话，读中国历史，中国语文，所以变成啥？大多数人，包括我以前嘛，同款，变母语的青面牛嘛。就过来进一步就看清家己的母语，想咱台语是要哪读要哪写，台语都无文字嘛，客语都无文字嘛，结果感情啊是安尼。所以咱等下嘛介绍，咱台湾用白话来创造文学，用母语来创造文学是比中国搁较早啦。成果嘛比伊较好诶，咱等下来介绍吼。好，所以咱台生咱是针对即个族群甲认同诶即个关系吼，简单来小讲一下吼。简单讲咧，就是讲语言毋是干呐沟通诶工具尔啦，干呐外语确实沟通诶工具，但是母语呢是咱民族文化甲认同诶一个外壳啦。譬如讲我去美国读册时，为着要读册，当然嘛学英语。英语对我来讲是沟通的工具啊！我要做越南研究，为着要甲越南人沟通，所以我学越南话，迄嘛是沟通的工具啊。但是伊不只是遮尔，伊阁是文化传承，一个族群真公用的一个标记之类的吼。这个市民者的语言到底是要哪来看待啊？即咱等下嘛，阁会详细来讲啊。好，阁来咱来看讲，到底啥物是台语文学？当然。台语文学就是用台语来创作的这个文学，什么是客语文学？嘛，甲迄合法的文学，客语文学当然就是用客语来创作，当然，咱今仔重点先放伫这个台语的部分，先来介绍一下，这台语是要怎写？我相信真侪人嘛，做侪无同的看法，大多数拢想台语都无法多写嘛，因为咱自细汉就拢会用上街干那样讲尔。都无受过教育呢，咱即下来简单来讲一下吼。台语现处时呢，台语的书写有三大个方式啦吼。第一是用即个全汉字的方式来书写吼，另外一种呢是全部用罗马字，再来是用汉罗合音的方式吼。全汉字的方式，譬如讲像即个歌册，歌册方式是全汉字的吼，像这個。请问这个歌册是啥？册名叫做《雨神蠓仔大战歌》啦，雨神甲蠓仔伫冤家起相拍，为遐开始发展出来一个故事，像这是过去古早时阵呢，用汉字来咧写台语的方式，这咱一般是叫做歌册的方式，另外全罗马字的嘛有，比如讲像这呢《创世纪》。这是早前咱台语的这个白话字的圣经啊，创世纪啊，这就全部用罗马字，这是台湾历史嘛百几档啊，这咱等下介绍吼。当然，这个一般可能大多数拢唔知啊，可能也看，拢想等下看拢无，看无是因为咱也无学过嘛，
咱若小开一寡时间学过，自然就看有啊咧。哦，啊，过来汉罗的用法，所有的汉罗就是讲汉字甲罗马字来用。哦，咱倒一下讲，有汉字的写法，嘛有罗马字写，啊嘛是种个汉罗。汉罗呢是它一两当，啊，一二十当吼，较愈来愈普遍的方式。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咱现处时都拢中着中文的独生深啦，汉字的独生深呢，所以变成讲，常常要看罗马字呢，袂惯势。哦，啊，所以就变成咱一个折中的方案，哦，就是讲汉字甲罗马字同来用。啊，当时要用汉字，当时要用罗马字，啊，基本上若总讲，即个汉字写出来呢，无争论呢，啊，无争议的吼，咱就用即个汉字。啊，若是争议，啥物情形有争议，就是讲，比如佚佗要安怎写啦，吼，啊用佚佗呢，即个人写，迄个人写，可能无共的意见呢，是讲啊，即汉字为人，比如为人讲爱用岁月蹉跎。哦，啊，有人讲爱用一月走马兵，哦，啊，有人讲着爱用七粒桃啊叫七桃，哦，足侪种无同个写法呢。像这有争议个，无咱着用罗马字来写。哦，啊，这是即摆目前较普遍个一个方式吼。好，譬如讲，咱来看这首诗吼，《故乡个残垣》，这是即个陈明仁所写个诗吼，啊，由即个地理人伊书甲谱个曲吼，《故乡个残垣》。像一只呢，即个下呢，伊着用罗马字下甲写起来。啊，为啥要用这个罗马字下？咱若无用这个罗马，咱若敢用一般迄个倒啦，吼，故乡倒田园啦。若写安尼是，请问，啊是写中文还是写台语？你会分袂出来啊。所以有当时咱用罗马字嘛是要区分，讲我这是咧写台语啦，毋是写中文啦。啊，无你若用故乡倒田园，啊我念做故乡的田园，用北京话来念嘛是会通咧。哦，所以有当时呢，有这个罗马字对呢，嘛有伊个好处，就是讲足清楚，咱就看讲。啊，这是台语，毋是中文吼。好，啊，这首诗呢，好来念一解吼。用白灵丝，脚长长，想要烧酒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牛车路，狗长长，想要烧酒问，你圆圆歪歪，会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残垣？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着一曲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着满腹心酸。十五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远？敢会照过阮故乡的残垣？啊，像这呢，就是用汉罗的方式来书写啊。比如讲，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远？会当，咱是用罗马字来写。啊，有的人讲，啊，你若要用这个汉字嘛，几啊种的写法啦。比如讲，有的人写会动啦，啊，会不会会啊动啦，吼，做冷冻食品迄个动啦，吼。啊，有的人就用当店当铺迄个当啦，吼。啊，但是迄呢音呢无一定足准的呢，啊，所以像这种呢有无同的用法，啊，无咱规矩就用罗马字上好，哦，拢无争议，哦，所以汉罗就变成这几十年来上普遍的一种做法，哦，即个足侪台语文的作家呢，伊若即个创作也好，发表也好，差不多足侪拢是用汉罗，哦，啊，汉罗有一个春秋啦，啊，就是讲迄个罗马字的比例要偌济，你会当。根据你的前后文，根据足侪种个情，你有一个春秋啊、哦，有一个弹性的诶变通的做法啊、哦，所以就变成真侪人较时间用这个做法吼、哦，这种个写法。好，以上这是这个汉罗吼，所以咱台语才有这三大种个写法啊。当然，其中就是讲，罗马字是变啊学啊、哦。当然，这咱今仔无时间通讲啊，吼，就是讲啊，罗马字变啊写啊，过来汉字啊变啊写。哦，这部分呢，即个各位若有机会，会当去参加相关的演习，或者是讲呢，各位嘛当上网站，啊、哦，即马嘛真侪网站，啊、哦，真侪网站会当踮网站顶头家己来自修自学，吼、哦。啊，若网站买对呢，各位会当上咱成大吼，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网页，啊，咱遐内底有一个叫做台语教学资源，台语教学资源遐呢，哦，一个专区我有甲。相关的这个网页呢，
包括伊个工具册啦，也是讲伊个即个相关要学罗马字，也是要看汉字等等嘞，即个相关资源拢有甲捡做伙，算是一个入门个即个入口个网站吼。所以各位当上即个网站吼，啊你啊 Google 拍生态台湾语文测验中心，伊就走出来啊，啊内底就台语教资源，包括线上个书店啊，你伫网络顶头会当查台语。华语，啊，像台语、甲英语等等，台语、甲日语等等，即个线上书店嘛，拢会用着吼。所以呢，用 Google 拍即个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就会使吼。另外呢，有个人讲，我即摆学学个了呢，啊，要检验我家己个台语个程度到底有进步还是无进步？咱过去无即种检定个一个机构吼，啊，即摆咱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呢。为两当前成立了开始，咱即下拢有咧做即个全面台语认证的鉴定哈。凡是各位可能嘛捌有伫报纸啊，种伫网络顶头看过全面台语认证哈，全面台语认证啊，这就是咱成大即卖伫推上哈。啊，最近嘛拄啊好有开始咧报名哈，甲十二月十二杂志哈，各位若有趣味，嘛会当来报名参加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啊，看家己。台语的程度是到倒位啊？当然，咱这课是听讲读写拢有啦，听说读写拢会有，嘿是。哦，啊对，迄是真好哈。像这呢，只第一个无啊，这是声调的。啊，咱台语的第五声，七头头，这是第五声，是声调的符号。啊，所以咱每一个声调符号有伊的特殊的这个符号。啊，这嘛是伫咱拄则讲遐网站，我有线上。即个台语罗马字网站，吼、哦，即拢有吼、哦，所以当就咱成大台语文测验中心来登录即个资料吼、哦。好，啊，即部咱就先讲到遮吼、哦，啊，过来呢，咱就要来介绍讲，咱拄则讲啊，台语会当书写是有影无影，吼、哦，啊，我太拢毋知，各位毋免意外，我读大学母台语文以前，我嘛拢毋知影台语会当书写。啊，即嘛甚至呢，即卖足侪台湾文学系教授啊，嘛拢毋知影咧。包括我进前，啊，各位可能嘛捌伫媒体看过我抗议黄春明，也是抗议陈鸿明，因即两位号称啦吼，号称讲是文学大师的人咧，哦，因嘛拢毋知影咧，哦，啊，所以呢，前拄啊好，前几工咧，迄个咱有开即个记者会吼，就是专门台认证。要开始报名记者会，我嘛有公开邀请陈鸿明甲黄春明吼，无咯，请因来鉴定一下，看因的台语文到底是啥物抗战呢？啊，为啥要邀请因来呢？这是有理由的吼。譬如讲陈鸿明，伊即卖是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吼。各位，恁知影台湾文学所也是好，也是台湾文学系呢？当初时是拢是伫差不多阿扁时代。所成立的啊，当初是教育部成立这个台湾文学系所是要创啥？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训台湾语言的这个研究也好，教学也好，的师资啦。伊的功能之一是安尼。结果呢，政大完全拢无开甲半门台湾语文的课，单方面甚至个对外拢讲啊，台语无文学，台语袂当写。啊，台湾文学呐，的确在用母语书写，爱剩两页尔，会用公开来讲嘞。所以迄当时我毋才甲抗议，连续甲抗议几若届。啊，所以我最后特别邀请，无你来鉴定看卖啦。因为咱只教育部规定哦，你若要伫中小学教台语，还是教客语，要教本土语言，爱经过中高级的鉴定才会使。比如讲，你要教台语的人，你要中高级的才会使。啊，所以我特别请单方面来考看，看有中高级无啦，哦。啊！伊若考无中高级呢，我看伊可能爱失职啦，伊爱见效失职啦啦。哦，咱中小学个台语老师都拢爱中高级啊，啊！伊台湾文学所个所长煞拢含中高级都无，所以呢，我着邀请伊来。啊，另外黄春明嘛同款，为啥要邀请呢？因为呢，我感觉伊个思考吼，可能食老哩老翻天嘞。当然，咱毋是讲对老大人吼无甲尊敬吼。是干那针对伊呢，我着真怀疑。伊讲个话拢真矛盾呢。伊吼顶一届我甲即个邀请辩论的时阵，伊家己嘛承认讲吼，伊台语伊少年时阵都毋捌